是公关女社长的110年，110年6月21号，台北捷运松山新店线松山站307次哦，7:48所拍摄时，像松山的高亮线刚刚的时间后，台电大楼新店。737型直升机列332/331编组，南港跑班哦。好，就那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